我觉得自己是歌手、演员，还是明星？不是明星，是歌手，然后也是演员。明星这个词呢，无法概括一个艺人。如果你只是一个明星，如果你的梦想就在于当一个明星，有人喜欢你，有粉丝的话，那我觉得反正这不是我的梦，我不希望我是这样的。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就是这样才是有意义的去活着，包括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喜欢的人。真的希望能够通过音乐去成为这样的一个桥梁，能够让更多的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人的音乐。最难忘最难忘的事情就是第一支专辑单曲上了 Billboard Hot 100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，也是一个里程碑。看到了更大的希望，未来的路也越来越清晰，也确信了我的想法是正确的，很骄傲自己是一个华人的事。我的梦想是真正能够通过我的作品得到人们的喜爱跟尊重，只有作品够硬，别人才能够尊重你。